你好，欢迎收看1月10号的管理侠新闻，我是陈慧玲。开设布料公司的新北市民詹碧桃，去年6月份才为了感念母亲生前乐于助人的精神和教诲，捐了一部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。而经过半年的时间，他和儿子以及未来的媳妇是再度来到了新北市政府，捐出第二部的富康巴士。在这一场捐赠仪式上，詹碧桃表示，半年前捐第一部富康巴士时，母亲刚往生，内心还走不出伤痛。这次捐赠时感觉很欢喜和踏实，甚至有回甘的感觉，因为他觉得助人最快乐，也可以借此怀念母亲。他也谢谢新北市政府有他们付出的平台。我今天是我捐第二辆的富康巴士，是高铁的，让每一个受用者都能用到啊、哦。那给新北市的社会局，那么我其实我多年来我参加的福人社呢，尤其是在我们新世纪的福人社里面，那我们的新世纪福人社也帮助了我今天来到这里，原来来捐赠。六月的时候啊，才捐了一台高铁的富康巴士给我们新北市，那今天又继续发挥爱心哈。我想这个爱心是大家会发觉爱心满满，就会越做公益啊越快乐。市长朱立伦在市府代表接受并回赠感谢奖牌，市长表示，富康巴士的功能不输给救护车。詹碧桃女士在半年内连续捐出两部高顶的富康巴士，可以说是爱心满满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富康巴士对于所有身心障碍者，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讲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大家也可以感受到，它其实现在扮演的功能绝对不输过去的救护车。它事实上每一天在路上走，对于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或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讲，它能够出来、能够就医、能够行的便利，就是要靠富康巴士。市府社会局表示，加上这一次的捐赠，新北市的富康巴士已经有283辆，可以服务更多的身心障碍者以及失能长者。也希望善心人士可以持续的捐赠，让身心障碍人士可以更便利。谢凤强市府长报道。